现在国家队集训，然后现在大家在比赛，我有一些空余的时间，然后大家讲解一下，关于打侧身突击的下缘球，这个球应该如何的处理？现在呢，我用多球给大家示范一下。人要稍微蹲低一点，在球的下面，不用太发力，把球给点出，点出弧线。 球呢一定要有一点弧线突击的时候，不能太平太直。如果是这种效果的话，如果是这样拍的话，就不稳定。如果一定要手一定要低一点，这种球点出去才会有危险。